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又系我粉靓中心分行 Katie， 今日我要同大家睇嘅楼盘系居屋第二市场，属于粉靓南嘅欣盛苑。欣盛苑系1993年入伙，一共有7座，提供2450个单位。而屋苑设施就自设中央广场同埋一个多层嘅停车场，而附近亦有政府公园，公园里面有跑步径同埋休闲嘅地方，仲有儿童游乐场。至于交通，屋苑门口有巴士站，多条路线途经港九新界多个地点，亦可以步行约10分钟到粉岭东铁站。今日要介绍嘅系一个依座实用面积401尺嘅单位，而家我哋见到嘅系地下大堂。上到单位了，单位是属于两房一厅，而入门口的右手边就是一个厅的部分，而厅亦都非常阔落。换个角度再望下个厅，而厅的左右两边是睡房的位置。我们先望下个主人房，主人房放置双人床、衣柜，而另一个睡房业主就改了做衣帽间，放置3个的大衣柜，在这里亦有足够的空间走动。而睇翻大门口后面就是厨房同洗手间的部分，我哋先望下洗手间。洗手间是浴缸的设计，亦都系有窗做咗啲吊柜。厨房做咗一个上下的橱柜，亦都非常宽敞同埋光猛。大家对我介绍嘅楼盘有任何查询，记得联络我 Katie 啦，拜拜。